这母螳螂果然厉害，我得把它引远些，好让小蝶他们离开。 飞到失效了，得再想其他办法。这么远，不管了，拼了！希望它跳不过去。 竟然还不肯罢休！此处岩浆竟能形成火焰，这地心洞穴倒是个炼气的绝佳场所。 母螳螂追来了，他怎么停下了？这是火邪师。看来这刀虫母皇很是忌惮这火邪师，或许我可以借助这火邪师牵制住刀虫母皇，趁机逃离此地。 火邪师输了。
蓝小队伤亡惨重，罗征营子母皇生死未卜，给我拨一队人马，跟我回去救出罗征。你觉得以罗征的实力对上刀虫母皇还能活命？征儿，你要在这里结束了吗？我该怎么做？答案你早已知晓。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拦我。